大家好，今天我过来抽水抓鱼啊。我先抽这边这个小坑，然后再抽后面这个大坑啊。来，哎呦，全部都是福寿螺，你看这水排得很快哦。哎，看到鱼了，哎，哇，什么鱼啊？哎，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哦，呵呵，这条是什么鱼啊？鲤鱼？哦，鲫鱼。呵呵呵，两条了，三条了，哇，鲫鱼好粗啊！还有吗？你看，鲫鱼，你看这鲫鱼好粗哦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这鲤鱼，哦，都有钱了，你把那把铲给拿过踢过来才行啊！哎呦，有螃蟹。福寿螺的多，我不会吧？刚有三条鱼，哎呦，螃蟹好多，不止三条鱼吧？现刚有三条鱼哦，可能那鱼都在那边，那个比较深的，这个比较浅，这个都没有。那这个地下河口就在这块石头下面，上次就是前年我过来抽过，这里有一个那有一个洞，喂，没有了，刚有两三条，没有了呢，哎，没有就算了，我们抽那边那个。一、二、三，啊 ，OK。哦，我俾你啦，我陪你埋，陪佢埋，啊？哦哦哦，大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拿那个铲压下去，等一会吸不了水了。喂。应该可以装完了这些水吧？哦，好像是鲤鱼耶。嗯，埃及还是念鱼吧？嗯，来这里了，好像是这里有一条鲤鱼，然后那边不知道是什么鱼，里面应该有很多条。哦，在这里，你看这里看到了，
他跑到那个，他跑到那个窝那个坑里面去了。哦，有好多哎，那个鲫鱼又够大，有四五指那么大的那鲫鱼啊。哇，哎呦，我怕等一会儿这鱼被吸到里面去。哇，鲫鱼，哇，有几条好大的鲫鱼，你看那鲤鱼被吸进去了。哇，这条鲫鱼好粗啊，哇去，这么粗，哦，哎，哦，跳上来了，哎，关了。咦，好像有一条鲤鱼被吸上来了哦。哦，刚才有一条飞到上面来了。咦，有一条一跑到这里来了。哎呦，这条泥鳅，哇，这泥鳅也蛮粗的哦。哎呦，那泥鳅挺粗的哦。泥鳅，先抓这鱼。哎，你看，哎呀妈哟，抓鱼都不会抓了，现在太激动了。哇，鲫鱼你看好粗啊，有蛮多的哦。哦，哎，两条了吧呢。哦哟，这条鲫鱼哦，好粗啊。躲到哪里去了？那么多鱼啊。哦，来，我们先把它养起来，等一会死掉了。鲫鱼好粗哦，啊，在这里面没有了。那些小的话就是非常小，大的话它就这么大，嗯，很均匀的哦。来，我们清洗一下，我去那边看一下，那边还有一段一段的，那里面更大，可能鱼更多。哎，刚才我们去那边水还很满，我们要等那个水位下降一些，我们再去那边抽，那边估计鱼多，那沟又够长，又够深哈。好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收拾东西回家。